来解个汗凉，雪大天冷，来来，我这小店小，韭菜便宜。不，我没事，快快，我刚才吃过了，我吃过了，花不了几个钱儿。你想当多少钱呢？这个是我媳妇儿家祖上传下来的，是皇帝赏的。然后我停，说梦话呢，别在我这儿编故事啊！你要说编故事呢，你跟我没法比。说吧，多少钱的？600号大洋。哟，又说梦话呢？这物件50块，不当呢你就拿走。你才是说梦话呢，50块大洋。哎，先生先生，我瞧瞧。这位先生，实话实说啊，你这东西啊，在我们这儿不值几个钱。你知道吗？这是当年啊，皇上赏赐给大臣的黄马褂。你瞧仔细了，别看走眼了你。我不管这个马褂是谁的，哪怕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他是天王老子的，在我们这儿，也就是个当品。哎，先生，你等一下，先生。哎，先生，好商量，好商量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虽然买了你这个黄马褂，怎么样？我不是卖，我是当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儿当铺，谁也不会给你这个价。我要当给你的话，你能出个啥价？我呀，个人收藏，最多就给你这个数。他这物件啊，不值当这个钱，这要让掌柜的知道了，非生气不可。你听见没？我伙计讲什么呢？你这个东西不值钱，太少了，我不当。要你再加点，加多少啊？再加100。100？哦，太多太多。我花那么多的钱就买这玩意儿啊？我是冤大头啊！我才是冤大头呢！我要不是缺钱，我才不当呢，不当呢！哎哎，等！哎哎哎，这样吧，加100就加100，成交。你说的，500啊？500。但你要听清楚了，我不是卖给你。我是当给你，半个月之内我来赎。如果半个月不来，才归你，行不行？为什么？你别管为什么，你先答应我，半个月之内吧，我拿800块大洋来赎，怎么样？好吧。齐掌柜，我这回七拼八凑的，我才凑了900大洋。可是陈九啊，这次难办了，给不了你羊皮了。齐掌柜，我知道我还差100大洋，那你就少给我点羊皮呗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我刚回到满洲里啊，就遇到了一个大的皮货商，提出要收购30000张的羊皮，而且交了定金。陈九。是金条啊，下面的余款也用金条来成交。用金条啊？哎，这年头什么钱都毛，只有金条是硬通货啊。这么巧的生意送上门来，我没有理由不做呀。
那齐掌柜，那我这趟就白来了。陈九，有一个生意，但要吃苦，不知道你肯不肯干？我能吃苦，我干。齐掌柜，你说，这个俄罗村的猎人们冬天打下野物，扒下皮后呢，把它埋在雪地里，然后呢，上面插上记号。有一些零散皮货商扒开雪地，找到皮子，埋进一些合理的钱。哦，那我懂了。谢谢齐掌柜，那我现在就进山。好。
小伙子，好样的！大爷，我带的钱不够了，我就买了两张皮子，我就买了两张，剩三张全在这里面呢。我们爷孙两人信得过你，你呀都拿去，啥时候有钱你再买起来，也不迟吧？我不要。开化钱我可能凑不了多少钱了，不该我多占的我不占。哦，小伙子，带上，留个念想吧。我不要。你是好样的，拿着，你拿着。多谢大爷啊。 哦，九哥，哎，钟哥，哎，到前面等我。来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庄本在满洲里呢。庄本在满洲里怎么了？我听他伙计说，庄本在这收三万张羊皮，然后不出满洲里，坐地就卖了，他当二道贩子，挣一大笔钱呢。哦，对了，我听那个七掌柜跟我说，有一个。 有一个客商也要卖三万张羊皮，而且付的那个定金是金条，什么客商？那就是庄本，你不想齐掌柜在满洲里已经数一数二了，不找他能卖的三万张羊皮吗？庄本这个王八蛋，他想干啥？他想干啥？他想把蒸羊鸡上剩的为数不多的生一口气的中国商人，他想一网打尽，你知道吧？赵掌柜被抓进去都是他搞的鬼，还有你那个枪贴现在一文不值，那都是他设的局。你咋知道呢？你以为我干系给他干呢？我一边挣他钱，我一边监视他。 那周辉，那你说咱们下面怎么办？咱这样，咱直接找齐掌柜，不让庄本当那个二道贩子，不让他挣这个钱。庄本这么干是要整垮我们所有大小批货商，独占羊皮市场。可是，这三万张的羊皮，我都收齐了，如果不卖给庄本，我卖给谁呀？这是一大笔钱啊，所以现在庄本就是给我挖了一个坑。 我也得往里跳啊！但是庄本给的价并不高啊，那你为什么不找到他的下家呢？你让下家直接跟你做，不让庄本挣这个中间差价呢？可是庄本的下家是谁啊？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到哪儿去找啊？我同情赵满掌柜，可是在商言商，这笔生意我只能跟庄本来做。 三天，对，你就给我三天，我要找不到庄本的下家，你就跟他做，那我就认了。陈九，这你图个啥呀？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我一想到老掌柜的死，我更咽不下这口气。我不想看到那个正阳街上的中国商人被庄本弄得赶尽杀绝，弄得一点活路都没有了。好吧，他就住在俄桥饭店312房。
管是日本人，大和民族日本人。我的探子早踩好点了，白鹅皮货商一撮毛，带着老婆孩子来满洲里，刚跟你成交一大笔生意，你还得了一箱金条，快给我交出来！站住！看什么？这个饭店几个打更的都已经被我的人给捆了，我数三个数，你要是不把金条交出来，我的枪可就响了。一、二。别想，别想，别想，你听我慢慢和你说。确实有是这么回事，一撮毛够了很多羊皮，因为资金多，资金多风险就大。他跟我说是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确实有三万张洋币，可是在中国商人齐老板手里。齐老板跟我说，他说三天之后才把那个什么洋币交到我这儿。我上哪有一箱金条啊？一箱金条还在一撮毛他那里呢。撒谎，小鬼子！我不撒谎，不撒谎，我是你杀了我也没有一箱金条，上哪整去？看来只有去抢一撮毛了。我只想钱到东洋人批货商手里再抢，一撮毛是熟人，要想抢他，何必来满洲里？在境内早把他干了。可是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，只有去抢一撮毛。一撮毛现在哪里？等等，一撮毛是吧？哎呀，这个一撮毛啊，那可真是太狡猾了。大大的狡猾！我跟你这么说吧，这个在满洲里，他有一处啊俄式的平房，我跟他俩谈生意都是秘密进行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家呀有那个猎枪护院，夜间是不开门的，不开门。你带路去敲门，就说羊皮货已经备齐了。今晚连夜成交，这个恐怕不行吧？去不去？我去，只要别杀了我就行。我去。张羊皮啊，我弄到了，那个想让你连夜啊去验货。太好了。怎么了，庄本？你要抢我？不是我要抢你，我能等你？算什么生意人？你同胞在抢你。中国满洲里抢我，你早有预谋。预谋？金条本想到日本商人手里再抢，可是你的合作伙伴这个日本人把你出卖了，我只好跟你动手了。对不起。没办法，我要不领到这儿来，他们就要把我杀死。可是聂大王，你抢本国商人，不怕我回国后把你的身份报告给莫斯科警察？怕什么？今年春天我们刚刚抢了莫斯科丘陵商店，莫斯科警察正抓我们呢。可是我们是吃马上饭的，居无定所，上哪儿能找得到我们？别啰嗦，赶快把金条拿出来。你怎么了？今天又不把黄金拿出来，我把他眼睛砸瞎！别，我去给你们拿金条去。
我当初跟你说过，你别怪我。放开！四年前你敢杀了这陈家小子，看在我当年救你一命的份上，放了他。谁说的不好使？还有你，你不说你再也不干伤天害理的事了吗？ 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对头啊！你说我到哪儿，你咋就到哪儿了？看来咱叔侄俩的缘分算是扯不清了啊！我在门外听了个稀里糊涂，咋的？这些老毛子要杀你啊？啊？哎，你是哪伙的？哪伙也不是。那好，那就沾你爹娘的光。 算你输我这伙的，可是你这个老毛子，啊，这些年总是在我的地盘上整事，跟我争食吃，咋的？你还想对我的九侄下手啊？你是不是想找死啊你？当家的，你千万别这样，别伤了可儿你。 我们做的错事，上帝已经惩罚我们了，求求你了！去一边去！可是你，要不是我看你娶了个中国娘们儿，我现在就让她守寡。大当家的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大当家的！滚一边去，臭娘们儿！九子，九子，九子，当年我救过你的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，跟他求求情，放了我们吧。 你要救我们，你要帮我们的。再说了，一左毛，就是他，带着我们去秧子房去寻仇的。一个都不跑不了。你们中国六子有个规矩，是不杀害女人的。你们要杀，那就把我杀了吧。哎呀，这老毛子还挺有尿性啊。哎，二叔。 你是干啥的？日本人，在满洲做点小买卖。我看你也不是啥好东西。东西什么东西？给我闭嘴！再说话我整死你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呀，九子，这穿着这么讲究，发大财了？我没发财，这一会儿进。 行了，别那么小气，发财又咋地了？你就是发了财了，你说你叔我能抢你吗？我告诉你说实话，看见没有，这箱子金条啊，你叔我还得分你个七根八根的，是吧？我不要，你那是抢的不光彩，啥光彩啊？光彩能顶饭吃啊？啊，你叔我吃的就是柳子的饭，我干的就是抢的营生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要是不抢他们。 那金条你能得得上吗？保不准啊，你也得搭上你这条小命。我就是死了，我也不会像你那样图财害命。哎呀，臭小子，你可真是像你爹。可惜呀，你不是个柳子。我要是柳子，我就一枪打死你，为我爹娘报仇。 小子，你还记着我杀你爹娘的仇呢？啊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把陆家大小姐给放跑了，你爹娘也死不了，他们也犯不了柳子的规矩。是你害了你爹娘，是你要了你爹娘的命，你不用说那么多了。我跟他们就是买不上的事儿，我杀他们或者他们杀我，跟你无关。你现在把金条留下，你们走。 你要不走，以后我们就仇上加仇，恨上加恨。九子，臭小子，你的话我听明白了，你是想让我进了嘴的肥肉再吐出来，是不是？行，叔，我成全你，我让你也做一回好人。哼，小子。
你叔我不傻，其实啊，这些金条到了我的手里也没啥大用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哼，已经是知天命了。可是，你得答应叔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叔要是应了你的，以后你就别再记我的仇，成不？ 站站站好！你咋这么拧的呢？啊！你说句软话能咋的啊？你就犟吧你！大当家的，九子说了，他不恨你了。可是你从今往后，别在我的地盘上再整事儿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 走。可是你啊，这金条喜欢吗？啊，喜欢。喜欢。 把盖儿给我盖上。好。可是你，哎呀！可是你，你给我九侄脸上刻了一道疤，今儿我给你的脸上也刻上一道疤，你们俩算是扯平了，啊！滚！ 滚！小子，这个金条全归你了，你愿意咋地就咋地，记住了，别再记你叔我的仇，啊！谈你的生意吧。 那个满洲里有一个皮货商，已经备了三万张羊皮了，你去找他做生意去吧。找谁做生意啊？找谁做生意啊？你得跟我做生意，三万张羊皮的定金我都交了，对不对？这钱是我的，你拿来吧。我不想和你这种人做生意。你不跟我做生意，跟谁做生意？ 滚！不是，这不是我。快快，想死啊你！你去找他们。陈家小子，你也是搞皮货的，我们可以做生意吗？我对满洲里不是很熟悉。 我希望你给我做个中间人。一眨眼的功夫，你变成小夫人了。齐掌柜也是发财了吧？你把这个三万张羊皮都卖出去了，你还得到了日本奸商的定金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？哎，别忘了，还有哈尔滨四家子那一块很大的地皮也归我姓齐的了。<笑>这就是天意啊！ 不管那块地皮姓赵还是姓齐，那就是中国人的，能从日本奸商手里变回来，提气也解气呀！公平公平啊！哎，不过你赚钱比庄稳赚钱更让我心里痛快。哎呀，不行！怎么？我不能走了。你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利索？我还真有一件事没办利索。 这回当啥？孩子龙袍呗。当什么龙袍啊？
你快去把你那个老毛子经理给我找来，我说我那黄老伴吧。来，老毛人走了。我知道他走了，你去把他叫来，我要说我的黄马褂。不是，他回国了，走了。那我黄马褂呢？他带走了。上次买完第二天就走了，人跟东西全走了。不是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这个没问。我没骗你，他真走了。哎，你不能进来！哎，你不能进，他真走了。老毛子，哎，老毛子，你不能上，他真走了。我没骗你，他真走了。老毛子，他骗我，这个老毛子他骗我。哎，你箱子不要了。老毛子怎么那么坏呢？哎，下回发财记得叫我一声啊！我也想发财。你是说陈九认识土匪？陈九以前是赵满的伙计，使我想起你上次丢失的金笔和金表。能不能和这件事情有关呢？好，我们就拿他通匪这件事把他拉下水。上次是上次，这次跟上次不同，这个事件发生在满洲里，我们没有证据，就算把陈九拉下水，用不了多久陈九就会摆脱干系。如果这样办的话，那我不仅仅损失30000两羊皮，而且我还要损掉巨额的定金，甚至我要损掉在满洲里和哈尔滨的信誉，这样会助长陈九的名声，不行。那我们就听之任之吗？赤川先生，我看还是来日方长吧。媳妇儿，回来了！哦，我回来了！哎呀，哎呦，女儿啊，哎呀，爸爸发财了！爸发财了，这个咱有钱可以开。我听说什么？枪铁又值钱了。枪铁又值什么钱了？你没听说呀？嗯，那些俄国人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生意人在哈尔滨的利益，就连同着我们国人一起抵抗那些日本银行。现在枪铁又值钱了，银行都能换银元了。哎呀，这人走运的时候像旋风似的，一阵一阵的啊！我贩了30000张羊皮，我现在也发财了。我30000张？对啊，就这回。对，我贩了30000张，我真发财了。我，你不信啊？你逗我玩呢吧？不是，我真发财了，爸爸真发财了，真的，我能当大掌柜的了。到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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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是我，下面是我，下面是我，哎呀，下面是我，你们选，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哎，我的了，哎，你点我这个，点我这个，点我这个，周和，我看我的，哎，九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就换银元，我的，来，你别换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我先，我的到我了，来。你这也要兑换啊？对呀。但是刚才我突然想，我不换了，我留着它。啊，你这些别换了，你这些给我吧。你九哥，我家里都揭不开锅了。我给你银元。你哪来银元呀？我现在啊，我就是不用这些枪铁换银元，我有钱开铺子当掌柜。你去满洲里挣大钱了，中和，这样，你就跟我干吧。你那识文断字的，然后你就给我连当伙计，再管账房，啊！你放心，我给你的钱肯定比那个专门给你钱要多。啊！你这说啥呢？这你要干买卖，你不给钱我也来呀。行，说定了啊。嗯，这给你，这个给你了。这干什么，九哥？你挣钱了你就看不起我这东西了？我不是嫌弃那个。
你管账房了，然后你揣在你那儿，你用处大，比我大多了。我是用不习惯，啊。但是你的心意我领了。真能开铺子，我真能当账房了，真的。那什么，我这样，我先回家，我刚回来，太累了。啊。然后明后天吧，明后天让我找你，咱俩商量下一步怎么去开铺子，啊。行了行了行。走吧，在这儿待。走走走走，这真挣这么多钱吗？回来了，爸爸回吃饭吧。妈妈今天买了烧饼。怎么没换啊？银行又不给换了。不是，我不想换。我总觉着这活人花死人的钱，心里不落忍。我在那个赵掌柜的坟前，我都说过了，我说留着这些枪贴，我看着他，我能时刻给我提个醒。好了，来吃饭了。吃饭吧，来吃饭了。沈中和曾经离开过商行吗？是的。大掌柜，要不然咱们收拾收拾他。算了，沈中和是不会再回商行的。哼，我现在没有时间搭理他，但是这笔账我迟早要算。对了，过几天我要回一趟日本，我走后要按照我的主意办事。嗨，现在正阳街上中国商人差不多都知道我庄本栽了个大跟头，他们希望我一败涂地啊，在生意上。好啊，那就让我庄本在他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。哎呀，好了，这是别写了，别写了，太晚了啊！别写了，来，闺女闺女啊，快，咱们早点睡啊！去洗脸，去洗脸啊！走，妈妈给洗脸啊！不是你这孩子洗什么脸？快点洗啊！干嘛？你急什么呀？来，妈妈给洗脸啊！闺女啊，凤仪啊！快点洗啊，早点睡觉啊。我离开之后，你们就挂出大甩卖的招牌。我们打出招牌后，真的甩卖商行里现有的毛皮成品吗？是，低价，甚至赔本也要甩卖。一是让中国同行相信我庄本商行彻底倒闭，二是我庄本商行确实是缺少资金。今冬将过，我要备足明年秋末初冬购置羊皮的大笔资金，打赢一场翻身仗。真像是做梦一样，你我出去没几天，我要成富人了。老天爷对我真是不薄。你看，先给了我一个漂亮媳妇儿，然后转眼间又让我发了笔大财，我的命怎么这么好呢？陈江，我把卦当了多少钱？当五百。那你现在有钱了，怎么没把它给我赎回来呢？寒风里驾着冰雪，苍茫大地难把心忽略。你了解我多狂野，执着的燃烧到死的那一刻。日
剩像条走不完的街，冷冷热热相拥漫漫长夜，梦像一盏灯永远照亮，一步一步把梦想实现。问岁月人怎么写，怎么写才能钢筋如铁，难渡劫一腔热血，哪怕熄灭我也要轰轰烈烈。像条走不完的街，冷冷热热相拥漫漫长夜，梦像一盏灯永远照亮，一步一步把梦想实现。问岁月人怎么写，怎么写才能钢筋如铁，难渡劫一腔热血，哪怕熄灭我也要